你是桃美锁对吧？我是邪病的妈妈，先跟我见个面吧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这狡猾的丫头，竟然约有妇之夫！有妇之夫？就算我结婚了，我们还是可以见面啊！只要我们愿意，我们为什么不能见面？那我跟他离婚可以了吧？你这个混蛋！周一至周五晚间六点，未来综合台，我的爱在我身边。